来没有跟他讲过。就几年之后再遇见的时候，姑叔还以为说，他不是北师，他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，因为时间会改变一个人，会改变好多。欢迎你回来。合作愉快。姑叔其实他坚强，还有当代女性的那种坚强，但是还有小女人的脆弱。我很喜欢姑叔，很爱他。